PlayStation 玩乐 DNA。欢迎收看 PS 玩乐 DNA， We All Play。哎，又到了每个礼拜二的 PS 玩乐 DNA 啦。Yeah, 是的。哎，今天是伟纪来陪我们一起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 Hi. 我是伟纪。哎 ，Nice， 伟纪有跟我们一起参加那个华山的活动。没错，当然最一开始要先谢谢大家来参加。真的，这次来参加的玩家好多，超多，很多。我本来想说，那种规模，我想说应该就是那种小展览的规模。可那天外面那个排队那个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那种大演唱会还是什么，就超了排一圈那样的。真的是辛苦大家，大热天在外面排。很热情，很热情，而且是就是你就算你去买票，还是要排队进去，然后里面就塞得满满，大家都在玩游戏这样子，就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啦。OK， 那不知道大家在嘉年华玩得还算愉快吗？蛮愉快。你们三天都有在吗？有，我三天都有在。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可惜的是太多时间在舞台上，没有什么时间好好下去看周边在卖什么啦，还有玩这些东西。对，我也没有逛到，其实就比较可惜。但我是觉得我们在舞台上已经玩，也算玩得蛮热烈的了。也是。我们第一天还有那个有一个活动是那个。类似游戏接力，对对对对对，运动会那种感觉，就是有任务，他会说哦，你要给你一个线索，然后你要去玩什么这样子，然后就跑去玩，所以没有玩到还不算不少款，就觉得还不错这样子。好，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参加嘛，对，然后现场当然有很多周边啊，还有什么小东西可以拿这样子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因为今天我们也要送这个送我们就是现在线上节目的观众这个。亚麻炫彩后背带，对，它可以，它是后背这样子。那怎么送呢？我们会抽四个幸运的玩家 ，OK， 然后大家要努力找到。我们今天会在节目中，就是偷偷藏一些字在画面上，好不好？藏。那你们就要努力的找到什么字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 QR code， 那个是表格，在右下角。对，当然不会一开始就把所有字跟你讲，当然要看到最后。但是你可以先把这个表格扫起来、开起来，等到节目最后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输入，那你就有机会抽到这个袋子。OK， 总共四位哦。没错，我们会抽出四位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准备了很多活动花絮的回顾，就是那几天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影片可以跟大家分享，然后我们也可以边看边跟观众聊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就先来看影片吧。哇，超多人的，超多人。而且我一去就是跟观众一起排队。为什么？我想说门口想说，我说不好意思，然后他们说，你在请排队，我说哦，我也要排队，然后我就进去排队。太乖了吧。大家玩得超专心。它有涂鸦墙，可以让大家画。终于阿里棒被大家看到了。那现在主要是有很多表演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没有绕过去看，比较可惜。哦，这是那个有邀请观众上来跳，这是跟运动有关系的游戏吗？那场我不在。现场这些是有在卖的吗？应该是。Oh my god！ 哦，弟弟，未来的弟弟都来了，好强哦！弟弟玩得好认真，刚刚。哇，真的满满的，真的。
刚算是一个总回顾，嗯，他拍了很多地方，就是没如果没有去现场的观众，也没有看任何直播，不过这样的观众还蛮过分的，没有没有看任何直播的观众，刚好有事，刚好有事，什么都没看，就大概讲一下，就是里面那天就那个场地里面就是很多，有一些是已经发售游戏，有一些是还没有发售游戏，就是很多新旧作都有这样，然后可以让大家试玩，然后也可以就是。还有一些就是你说有卖周边的地方，我觉得里面最酷炫是它有那个赛车的那个 GT 的那个超酷的，真的超酷，体验台的，因为它一个是普通的玩的机台，一个是有带那个 VR 的版本，有一个有带 VR， 对，有它有它都是赛车椅嘛，然后方向盘嘛，对，然后有一些是正常玩，有一些是有带着 VR， 那带着 VR 的我就看到，我自己是没有机会玩到，可是我看到在玩的人他是。看他的画面是，他这样开，他可以这样看一下旁边有没有车子，这样子，然后就感觉很好，你知道吗？而且现场好像也有卖 VR， 我本来想说有现场有在卖，我都没有选购到。你有买到东西吗？没有买到东西啊。回去有没有？我也没有买到东西。我基本上上台就然后下来就然后就跑到后台去休息。对啊，他要想说到后台休息。哦，对啊，也是。因为活动都很紧凑啊，我们这一结束之后，接下还有第二组人马要上来什么的，就场面就是怕在下面干嘛，怕会弄到很混乱。所以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没有买到，你觉得很可惜的？因为我根本没有逛，所以我都不知道有哪些商品。哦，因为我听他们有那个勇者都有那个史莱姆的餐具。餐具啊，不要跟我讲了，讲了又觉得很后悔。那个感觉好可爱，我就很想要买。好可爱。对啊，有很有收藏价值。对。而且现在餐具还不错，就是蛮环保的，很实用，很实用。对对对，如果你去外面吃什么自助餐还是什么干嘛的，你带自己的餐具就比较环保。就别人的都是一般素的，我们是勇者斗龙。对啊，真的，你用免洗筷，不环保的。我拿勇者斗龙的来吃。为什么讲话怪腔怪调？为什么要突然换腔调？好，我们应该还有不少影片，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影片好了。这是你他们在干嘛？帅防蚊战衣有吗？有吗？哦，你们两个真的是哪里有黑块？很帅，我跟九妹，因为那个男女对调的游戏挑战速度比输六探他们，然后惩罚就要出音好了，对，做每次。跳一半，九妹还按到那个手机关起来，他就突然跳出去。但他那个是透气的吗？他是透气，他透气可能就直接打到台上。他的腰把手机飞出去，可以吗？是超滑的。好，你把它放在里面好了。我觉得会被人来拿好你们的手机哦。那我们请利用看看小葵就坐着看我们的好表演吧。这表演听得到吗？这边吗？甜心吗？我是我们所有我们要自己选的。啊，我是萝卜。好困难哦，都穿防蚊战衣了，还要穿这个跳的超怪的。哈哈哈哈九妹是红萝卜吗？对，九妹跟那个胡萝卜一模一样。公开处刑。他们改掉我。不是你不愧是之前有练过，感觉你就是很熟练。哎，那衣服超滑，好脏。我超怕手机滑。可是九妹就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。你完全知道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哎。它下面会提示。对啊，它下面有一个那个动作，就是一步一步的过来的。你看下面有那个动作。不过你也是有跳过吧，才比较动作做得蛮确实的，对啊。我们居然要把这影片看完，不错啊，好看。太丢脸了。就是给一些就是没去现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活动。好，大家下面都在拍，分享过。你看叶子穿这个衣服。九妹跳跳起来太可爱了，好像派大星。赶上学了，好，这样才赶上学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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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隐藏的什么？好像什么东西出来了。
是初音蛮经典的歌曲啊。对啊，其实我也好想玩 Just Dance。你想跳是不是？很好玩，想玩的。而且一起玩的时候真的很好玩。有时候那种队形变换的嘛。对啊。就是很好玩。如果可以跳得好的话，感觉也很帅。而且还可以运动一下。因为我家是没什么空间。燕子最近在家里还有跳吗？我搬家了以后就目前还没有。我在等他2018出。哎，按到了。防蚊衣连讯号都防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先传一下。是你按掉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按的太黑？偷偷把它关掉了。那是九妹在跳的时候，一个激动直接把她手机关起来，因为他们玩的是那个手机的版本，对，因为手机也是有那个可以侦测的嘛。就其实 Just Dance 它目前提供三个侦测方法，一个是用就是 PlayStation 专属的 camera 可以侦测，就那个是最方便，手上不用拿任何东西。然后一个就是手机，你直接下载 APP 的样子，然后就直接扫 QR 码就可以联动，也很方便。我们那时候舞台上就用那个，那再来就是那个。那个 Move 是吗？ Move 吗？就是 PS 那两个感应的那个，对对对对，就拿那个跳也可以。对对对，我真的很想跳，可是我家真的没空间哎。真的吗？对，我家真的没有空间。不然你就打开你家大门，然后在外面跳。你说到门口这样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，因为我是住那种套房啊，他就没有，比如说客厅或者屋顶跳。屋顶，然后在旁边晒衣服，然后在那边跳。那样顶楼的下一层住户应该会骂死我吧？半夜那边咚咚咚那边吵，哎，不对、啊，那我住的楼下应该也没骂。对啊，也是啊。应该还好啦，还好啦，应该还好。希望之后搬到比较大的地方，一定先。对啊，不然你就只好就说，哎，不然我们下一趴来跳舞好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在家自己在家跳就可以了，谢谢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好，刚刚就是那个。叶子跟九妹，那个时候我们是玩那个分数，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要跑那个任务，就在会场里面说，哦，你要玩这个，然后要到几分，然后就赶快玩，赶快玩，然后最后比赛看谁先回到舞台这样。对，因为现场有很多试玩机台，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各队有选七个游戏，对，就是一路这样子玩，看哪一队先把全部七个游戏玩完。对，然后他会有一些条件，那观众会说什么？哦，比如说玩高尔夫要。打比如说几栋这样子打完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赶快玩，赶快玩，然后玩试完勇者斗恶龙就可能要打死什么怪物什么之类的，对啊，就是充实，对啊，然后再跑下一个游戏，跑跑 跑, 跑，对啊，可是有点不好意思，就是那个有人在试玩，然后原本在排队说，对对对，我们要解任务，今天插队这样子，让我们解一下，让我们解一下，然后我就让开的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在场的观众，之后有让他们再回去再重新玩，对对对对对，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影片。哦，我天哪，好蠢哦！哇，你认真哎，蛮在这就可以知道刚刚专业的跟不专业的差别。你跳也很好啊，超有那个 pose 跟力道，有没有？不会啊，很赞呢。因为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都在看中间那个人，中间那个。哎，那你反应很厉害啊！目前文艺青年。天哪！右前你很厉害，你可以看右下角那些他传送来下一个动作的提示，我就坐下来。人家再多跳个一两次，应该就更厉害了。超人是谁？而且他们平时私下都有在练舞。超人是谁？那个感觉都超人做事。这段应该看不出来，私下有在练舞的感觉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你也很强的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。严重落后，超人严重。不是啊，因为画面里面如果比如说做一样重复的动作，你只要看了第一次，你后面就有重复做到。对对对啊，这已经蛮厉害了。有一些就不知道怎么做。超人手机是关机了吗？那两个男生，那两个男生好可爱。超人堪称第一男子偶像男团。不用嘴巴很开开的。你这手机是关起来了？是超人要关掉了。很忘我，你知道吗？关掉了不是？不是太激动，真的会按到旁边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。有了，出来了。因为我真的很用力，真的。所以真的想跳，还是推荐大家直接去买那个 PS 的摄影机。对，摄影机那个最轻松。回到最上。有追了。就因为按掉之后，导致后面跳越来越大力，这样跳完真的满身大汗。旁边是你粉丝吗？旁边女生啊，那个女生应该是吧。
不去，好像不确定。哦，我好像有忘记了。我记得那个旁边那个女生，她是说她想进热舞社。哎呦，所以我看她的神情蛮认真的、啊。对，很认真，很认真。不过跳舞还是有点笑容比较好了，太认真了，我还以为他在写作业。经典哪位？好被逼上去，被爸妈罚写东西，被老师罚写的感觉。我三颗星哦，我一七年很强哎。第二名现在集体直追世界，不会啦。已经给大家看你的实力，我已经你快要超越他了。你知道，因为我平时在玩这个都一个人自己在家跳，你知道一个人自己在家跳，然后跳给线上观众看有多尴尬吗？超尴尬。不会啦，很赞啊！在台上有一群人陪你自己跳，已经感觉已经很好。对，因为一群人陪就比较敢跳。对，谁知道会跳回播看这段影片，突然觉得好尴尬。上可大家都跳得很认真呐，很认真。希望他们可以爱上这个游戏。我觉得会耶。因为老实讲，我觉得跟随音乐跳舞这件事情是大家都会，嗯，对。然后你玩这个游戏，你可以从简单的开始，对，就找到一些成就感。要加乐舞社过来游唱，有差，好会哦！他已经顶天了耶，有点喘。华人还好吗？洪伟熙，你真的会？哎，有趣耶。你知道、這個、所以其他场到底是跳了几次 Just Dance？ 很多，那我们那一场总共玩了四轮，哇，就是找所以四条歌，对，四首歌。你都有跳？没有，轮流，主持人轮流，轮流。对，让观众，主要是让观众上来体验一下。哎、欸，其实上来跳也是蛮勇敢的，很勇敢。对，因为现场也蛮多是年纪蛮小的小朋友嘛，然后下面很多观众在看，要在舞台上跳舞也是不简单的。可是他们因为上来都是很害羞，这样不敢讲话。可是音乐一下，他们就是敢跳、欸，就开始动这样，都敢跳，所以我觉得蛮佩服的。OK， 装害羞，可以，不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影片吧。哦，对，双人舞，开跳。那你们刚好配一个，那我跟你配一个。哦，这首就是有互动的双人舞。哎呦。这首歌我记得蛮难的，很难。对，我记得这首歌很难。整人呢、啊，这个。他很快。有了。哇，好快、啊。对，他有些很难的动作。对。合体技的。你真的是。而且有点挤啊。手都要打到隔壁了。真的嘴巴会不小心微张，就是会看到脸都痴呆了。我也是，我这个问题超严重，严重的是路人会走过来把我下巴抬起，这么严重？你是平常走在路上就已经开始微张？对对对，好欢乐哦！你上来跳的人都蛮认真的。我记得小葵好像也是尬了蛮多场的，我刚刚好像也是待了蛮久的。这歌一手跳下来就会很累，很累，真的非常喘。圆形。哎，这个舞也太放了吧，这个很累。还有互动。这分组，等一下分组是怎样？我以为是左边一组，右边一组。solo， 我摸一下。摸一下怎样？那也太不好意思了。起来，抱得起来。而且他们还男女对调，小葵哪抱得起来啊？定格。先不用。先不要。这个是有情境的，这首好剧情哦。哎呀，真的挺难的。
不过上来的观众都蛮认真的，真的，大家都很努力的在跳，因为大家真的很想要转单，想要得到 PS4， 真的，真的。所以你们的每一场活动都是有转蛋的吗？对，几乎都是，几乎都有，对不对？上台的，真的可恶，想转。呜呜呜！这首很难，这首好累。我的文艺青年就是一名是谁？文艺青年哇！华纳，文艺青年都很厉害，厉害。差那个吻，对啊，谁上台跟那个不认识的人一起跳舞，然后就直接亲嘴，为了亲抱亲，为了那些都直接亲下去，哎，不够确实，直接亲下去，超危险的啦。你知道像 Just Dance 那种游戏还好，就是自己在家有玩过，就不会帮自己挑那么累的曲子。哦，至少有点概念。你知道吗？这首歌我也写的很累，我就赶快爬。地雷歌，地雷歌，爆歌，很暴力这样子。OK， 刚刚看的都是 Just Dance 的影片啊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影片，就还是 Just Dance。啊，不是，时尚改一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因为那天我们是点那个台下的观众一起来哦，因为我们主持人分成两组，然后要帮观众找。但这一题呢，题目是读书馆 K 书。但左边那一组很明显的不知道在改什么，读书馆 K 书，左边那是怎样啊？是他们都在南港展览馆了，有一些这是怎样啊？他们硬说他是教授，没有教授这样的啦。你说图书馆戴墨镜看，你说是热舞社老师还差不多吧？太夸张了。什么？哇，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哎，这个活动也太妙了，所以你们改了几位观众？总共三轮，所以总共有六位观众。所以有三个主题吗？那些衣服都是之前准备好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就很多配件什么。哦，所以是直接让观众到旁边那个更衣室去换。对对对，真的换，真的换。哎，最后有把那个 PS 的衣服送给他们，就是改造之外，还把衣服真的送。那还不错啊。说不定他们哪一天看到街上真的有一个穿一模一样的人出现，就是他本人，从此爱上了，从此爱上这样的 look， 就是专属我的 look 这样子。太烦了。所以你们的主题有什么？就刚刚那种，刚刚那个是图书馆 K 书，然后后面好像还有一个去海边，海边，海边，去海边。现场有泳衣吗？没有泳衣，没有泳衣，可以把它弄得比较阳光，阳光，有泳圈啊什么，有泳圈 ，OK OK， 有泳圈，还有什么主题？去海边读书，第二个我有点忘记，有点忘记了。反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反正感觉另外一组都在整他们。对，他们就是挑观众上来整的，都是走整人路线的，有点夸张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影片。看一下拖鞋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还在改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这么多，海边了，海边。好 ，OK。这个他们有认真改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啊，还蛮海边的啦，这个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海味这个出来，海味是怎样啊？是捕鱼的。海味。其实蛮搭的，这两个人感觉一起出去玩也感觉蛮没有违和感。但我觉得那个好看度的话，你敢这样出门吗？哎呦，呛起来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带他们去西门町出外景。玩这么硬，超硬的，这是胆量是不是？很夸张，胆量去西门町。重点是拿着海滩球去西门町干什么？围一圈，然后这样子要去西门町。好烦哦！就是那个西门町有时候那种广场会有很多活动，聚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你就把海滩球打进去，呜，然后大家开始推那个球，跟演唱会一样，直接变人浪。对，确定会有人理他吗？然后嗯，把他打进旁边，嗯，什么东西走开，脏脏的。好，刚是 round two， 那我们有 round three 的影片吗？来看一下。自己显瘦，就是显瘦，显头小。啊，这个是要去参加派对。OK， 对。还好吗？要帮你。啊，刚刚出来了吗？对，好期待。原来是不是我来。你要帮他什么？然后他们那对是女生，那个丰田一直说想要继续帮他挑衣服，想会一直面子发言。哈哈哈哈哈！
嚣张，我们赢了。哎、欸，你很适合哎。要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组才厉害。哎呦，潮呀！哇，一个反差风哎。哎、欸，这可以耶。可以可以，刀疤不可以，他下半身是窄一圈。窄一圈，我一直问他说，这应该是你人生最凉的一天。窄裙是怎样？我想说，哦，他很潮，有种韩系的感觉，就像穿窄裙是怎样？太扯了。对，今天乱选衣服穿，哎呦，哎，这个赢了，真的，这个颜色太大胆了，真的，非常时尚，非常时尚。找到另外一半的那种，就是想要那个，到底要几副眼镜？对呀、啊，我还想说上面很潮，下面变窄裙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可以可以，我觉得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她不行，她的那个头部以上太像军官了，比较没有时尚的感觉，比较像讨人厌的军官。好像，真的。穿进去就有直接全身特色在裤头。这个这男生腰带一下不行啊，对，因为没有，我觉得他如果今天那个男生脚很细，看起来可能还可以，这男生感觉就有在打球，他脚超有肌肉，你知道吗？太健壮，穿球裤还差不多这个腿。哎呦，有没有别的包啊？突然觉得有点对不起他。可以啦，说不定就哎，西门町看到他穿一模一样衣服，没有包包，爱上这个 look， 应该是这一台直接出外景，对，直接出外景。你背包色系太相同，哎、欸，你还穿白鞋，你好厉害哦！你们是各自要去哪一个 party？ 你告诉我。对啊。他说你参加什么趴？没。他说什么？什么趴？我看就是窄裙趴了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趴。哇，他大腿真的很壮哎、欸！他大腿是很壮哎、欸，有在深蹲。肌肉很漂亮。你不能穿，我也不要穿哈。很妙哎、欸！为什么要把人家的外套弄成这样？故意韩系韩流的穿法，韩系要这样，还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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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变有变。所以韩系都是要这样子，要把对一边要露出来这样子，一边还蛮时尚的。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你们根本就在整人家。观众上来为了拿扭蛋的牺牲还蛮大的。真的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影片是什么？约会五连拍。最后一趴，我们两个他们改造我们两个男的，但是你看得出来他身上是一件洋装吗？他套到一半卡住，他整个手卡住。我想说为什么 pose 要这样？因为我们是约会，你穿那么帅，你给人家女生，他是女生，我是男生，你给人家穿那么帅，不是你自己穿那么帅，你给人家穿洋装，不是因为他被分配到是女生，所以他要穿洋装。不是他应该把 T 恤脱掉，有露香肩，对不对？这样比较美。他刚刚是怎么这样？他是这样从那个更衣室出来的，拉不起来可能会露点，就是蛮危险的，好烦。好，我们还有影片吗？好，最后一个影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第一天的最后一个，所以他有多少影片？哦，我们四个在 PK。好 ，OK。跟你刚刚那个同一首歌。哦。可以啊，大家都很会跳啊。哦。完了，好险！我这次刚好没跳，回家先练一下再来，不然很丢脸。先偷练这样。就是先练嘴巴，不要违章。对对对，也是也是。不然会像我一样，嘴巴一直违章。回来，我先拿皮带绑着自己下巴。真的是。哇，太阳光了吧！而且我们超认真，完全没有任何对话。没有，那很难对话，很难对话，很累，很累，很累。我觉得在跳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讲话、欸。嗯，当然啦、啊，很难吧？啊、那些艺人开演唱会都要特别练习才能、哦、才能边跑边唱之类的。你边跳舞边唱，还要大家可以看到这边，这个动作好累啊！对，已经是最基本的舞步了，可是还能喘。啊，这首歌啊，重点就是很敬业，这样一定要讲到气绝。哎呦，好，刚刚看的是第一天的影片，嗯、我只看完第一天影片而已。哦，所以刚刚那是第一天的总回顾。对，那、嗯啊、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段影片吧，第二天的影片。想一下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OK 啊。叫卖。可以。来哦，
五四三二 ，Action！ 各位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，欢迎来到 PS 游戏娱乐嘉年华。那现场呢，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优惠，就是 PS VR 组。还记得当年在台北电玩展你买不到、排不到，在各大普雷一都预购不到吗？现在今天我们直接现场 PS 4 PS VR， 或者是这个他有在兼职吧？真的觉得一次直接带回家，带出去就在后面哦。那待会如果是现金刷卡呢，我们直接后面请了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现场的一些游戏品有做特价，那还有勇者斗恶龙或者是剩下其他的周边，大家记得把握一下今天好不好？今天已经第二天了，最后一天，明天没买到的话还可以再回来，不怕你们米价，因为现场真的有位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直接到后面去，来，进场走，走，直接走。哎，很强哎，真的太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剩几组？剩几组？啊，现在剩三组。剩三组是不是会员老会员打语音？老会员打语音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觉得硬要跟着演是不是？我还蛮好奇的，你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办法卖的吗？不好，应该很好，很难卖的。男性用品可能没有办法。哑铃之类的啊，哑铃，哑铃其实可以耶。那本身有的是。男用衣物，衣物，男用衣物我可能没办法买，因为我没有在穿男装的习惯。男用衣物，或者男生的球鞋太大双了，卖不出去。为什么就卖不出去？有脚大了，但奇怪。对，就是我自己有在玩球鞋，为什么？球鞋应该蛮好卖的。那你想讲别的东西，不好意思讲。随便讲了一个球鞋。魔法方块啊。不是在之前，我勇者实在太嚣张。彩动人生，彩动人生要 PK 吗？是不是推销一下？也要卖那个吗？卖也要卖这个，这还没开卖啊！10月19，那你先试着推销。彩动人生也要试着卖啊！刚才有看吧？现场刚好大家都在，我记得观众都同意，大家有想买吗？有想买吗？有想要彩动人生吗？我们制作人亲临现场，你们今天不买吗？10月19要不要预购？长长久久，直接朋友直接带出来。长长久久，还有我今天可以跟线上联系，线上婚礼主持人的台词。男朋友女朋友今天有空，今天有事没办法到你家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线上直接连。PS Plus 会员，我们今天有优惠哦。怎么今天又有优惠？到处都有优惠，好，我们直接买一年 Plus。只要1088，同时再送你潮到出水托特包。我想潮到出水，他的词很多哎，他词超多。买不买？买不买？买。买了是不是？那直接一起带了走。一样下去。不弄这个，直接去买了。还没开卖，10月19号，那就可以预购了，可以线上预购。对，但是日文版跟这个繁体中文版都是同步发售的，所以想要玩大富翁，想要怀旧一下 FF 系列，你是粉丝吗？勇者斗恶龙，你是粉丝吗？直接买这个，两个一起联名带回家了。对啊，大富翁，我记得以前我们只能在那用电脑玩，对，现在可以移植到大型机台。真的，线上的朋友，我看一下带几组了，来，线上的朋友，手上有加码吗？有，你买就有。来了，都买，大家都买了。哪一天没有优惠？商旅巨人。来。哪一天没有优惠，我在的一天就有优惠。哪一天没有加码，我在一天常常就要加码。对，怎么样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还有什么要卖？到底要卖多少东西？还有什么要卖？他这很会讲，好专业。我这没办法哎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上次跟他一起在节目上，然后大家都要卖个东西，真的是卖不赢他。那时候要卖什么？我忘记了，反正我就讲一个，反正我就那个同捆子。对，我就只会跟大家说，哦，这个真的很棒，大家点进去赶快去买这样。他一起来马上就开始气势直接出来，长长久久啊，几组潮到出水啊，超级是20年前的那种速通出来了。他竟然常在逛购物频道。我自从出社会之后就没有看过购物频道，勾起了我一些童年的回忆。真的，真是很厉害。然后来看下一个影片，觉得适合的地方好不好？我自己选的观众，我自己带来哦，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拉签，好了，第一排，回脸吗？回脸拍照，那叫憨，好吗？第三排，不是那个观众，观众拍照，观众本身的表情，隔壁那个表情叫啥？第二个吗？第二个来，可以帮我数吗？第二个，第二个。第三个叫什么？阿神在装可爱。对啊，阿神太可爱了吧？卖萌吧？哪有啊？做福利啊？真的，我觉得他赚到了。真的吗？对，赚到了，有没有？啊，哎，不是啊，他的底也是耍憨而已，他一直在做一样的。第三排，这些人真的都有藕包。香掉了你，鬼脸真的。第三排，第三排。
美男子的极限的鬼脸大概就是这样。不是啊，啊不然你现场来示范一下、啊欸。没有，我像伟基那天的鬼脸就是，哎、欸，真的鬼，啊、鬼脸就是很鬼的，真的鬼，真的吗？没有偶包的，示范一下，我可以啊，我现在刚好今天开门直接出来，真的，我刚刚看的那些都不够看。OK OK， 真的鬼脸就是要这样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，三二一。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才是嘛，这杀这个程度嘛，鬼脸几连拍，我一连拍就够了，真的，一就没有连拍，一连拍就一拍就够，一拍就够了。真的很想先学一下，学一下，学一下，对，这个演绎，对不对？要直接变的，真的没有偶包，没有吗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没有，后面空的，空了，整个背都空了，没有任何东西。好，赶快下一段影片，应该选自己最拿手的角色。哦，这个是 这个是火影忍者小象主持的，对，三嘉年华的火影忍者，哎、欸，他换嘞，哦哟，这是第一次的 PK 赛，这个游戏打起来真的是很激烈，居然用这个，我们跟动画打架差不多，超帅的。而且看那个白色衣服，那个网络上称他为战哥，因为他坚持要站着打。哦，他坚持要站着打。战哥很猛，他们两个是很厉害的人，是不是？他很厉害，好像真的很厉害。他真的有特别在玩。战哥。那要不然就是战术失败，战术失败就是输人。对对对。喂，你看到我吗？你看他该挡的都挡住了。你怎么会有一个去海边玩的女生跳出来？那是球线，我今天在球线。哦哦，是哦。红龙被挡住了，抓到一个机会，止损接连走，漂亮的连段。血量还是继续连十九二十。哇塞，二十连断裂哦！哎呦，来了。他换成雏田了。哦，真的是雏田。有了。我有。他还是变身。哦，中了大绝吗？中了，再变小，哎，他好厉害哦！他其实是故意跑到他的后面去打阿贝，真的，一瞬间他太猛了吧！那个很聪明，他战术要成功了。哇塞，你太敏捷了吧！战术要成功了。哎，看到这边止水有点招架不住。对啊，他发现他的普通的连段没有用。止水前面每一场都赢了。战哥是那个红头发，用红头发的吗？对对对，可以，有还有机会。哇塞，这个上坡哇！哎，有人出来中断了。查克拉回收，可是止水没血了，没血了，没血了！哇塞，超级没血。攻击就最好的防御。哎呀，变身，变身术，再一次。哇！哎，超刺激！你们那天是有比赛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台下前面有一个试玩区，然后你如果去哪可以拿到一个挑战券。那我们就是收集了现场拿到挑战券的人，我们到台上来比。但那时候报名大概有12个人，哇，还蛮多的。对对对。那是怎么样才可以拿到那个券？是有试玩就可以拿到那个券吗？就是它前面有个报名区。哦哦哦。对，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先试。试一下。对，先试。然后你觉得说，哎，这一代 OK， 然后就报名这样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人数不足，我们就直接从现场再找观众。可是那一天都是爆满的状态。哦，对，真的很多人。然后那一位战哥，就是我们比了两次。嗨。他两次都有来报名，然后两次都拿冠军。哇靠！他是真的私下都玩很久的那一种，这很夸张，打起来也很好看。对啊，好，我们应该来看，应该是最后一个影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哦，哈哈，太孤单。你就是没有钱去投那种小朋友在旁边看人家打，然后跟着玩。你们现在分数基本上一模一样。那天玩到最后手都没力了。对啊，就打起来很热血。啊，不一定，不可，有何不可到底？诈尸哎！我看你敲那鼓的时间，应该是觉得应该有点迟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一没关系。你们是不是可以用尖叫组成一个主曲啊？刚好合音哦。啊！连线那个，哇哦！哇，你还能连断，太猛了吧，叶子！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哎，有点强哎！
你屌、欸、你屌你喊什么起哄啊你们真的很嗨哇好笑哎、啊！看到了，很可以啊！真的有哇塞，你鹦鹉忘了，我又输了。嘿嘿，没关系啊，这个困难真的。你平常是有在玩太难了，你们想要挑战一次吗？换你们两个来一次吗？再来一次，一样这一首，一样。你自己说要打魔王，来，你们最早是那个魔王，像不像魔王太古，好不好？魔王。魔王曲是不是？对，魔王，魔王，来吧。哦，阿神也玩了。魔王模式真的很难呢。反正已经够丢脸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就这一首了，就这首啊，这首很好笑。这首的魔王吗？好笑，认真吗？来吧，来了。哇。哎、欸，没了，卖个关子。对，我记得后面打魔王好像是，对，自己也不知道在打什么，手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，手很酸，手很酸，酸真的很酸。哎、欸，不过他之后应该那个太古会出那种同款吧，就是有盘这个鼓的吧？应该，对啊，应该要会吧？对啊，如果这样出的话，就是可以在家里打这个还。还不错、啊嗯，有出那个真的差很多哎、欸。对啊、那個，玩起来的感觉差很多，比直接用按钮感觉差很多。但是晚上不要打吵爸妈睡觉，半夜不能打这一手，不能打这一手。对啊，好，那个我们第一 part 差不多这边回顾了很多，跟观众回顾了很多就是活动的影片这样子。好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影片，可是时间的关系哈，我们下一 part 呢，我们会来玩刚刚的火影还有钢弹，好、嗯，我们会跟观众一起连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ID。ID 是钢弹对决对战房的名称是 PS 底线 TW123 好不好？那想要一起玩的，一样也会有一些奖品送给大家，那请大家来多多跟我们同乐了，好不好？然后火影这边呢，疾风传终极风暴四哦，木流人传要记得更新，然后对战房名称是 PS 底线 TW123 我们会先玩火影。對先玩火影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们可以先两个都有的，你可以先上火影这样子。是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。休息五分钟，进个广告，等一下回来玩游戏，进广告。
PlayStation 玩乐 DNA。好的，欢迎回来啊！上一趴有讲到，我们这一趴呢要玩两款同乐游戏啊。第一款呢就是《火影忍者》，因为《火影忍者》在那个 PS 娱乐嘉年华的时候，就是现场打得超火热，对，非常的热烈，真的。而现场玩家看得目瞪口呆，然后线上的观众好像也很多人在看，这样，而且、就是、大家反应很好，就是让我们发现，就是这款游戏真的高手还真的不少，对哈，对啊，因为我想火影的粉丝可能就已经蛮多了，然后这个游戏它又竞技的成分蛮重啊，就有很多人可能会想练习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会跟观众一起玩，有人进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谁先玩？谁先玩？谁先被电呢？我先好了，因为我也不是很会玩，那我们来看游戏画面吧。那我就按对战 OK 吗？对，好，哇，我连选谁都不知道。他这一代很特别的是，他就是连现在就是鸣人跟佐助之后的孩子都有收录在这里面哦。所以像那个鸣人，那我选个，好，选个什么？怎么没有看起来比较祥和一点的女性呢？祥和的女性，哦，还有哎，有，她很多耶。哎呦，大家看的都很坏，我会不会选太久了？推荐名那个机器人，随机机器人，好吧。一随机就随到这个，我也不是我愿意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直接猪鹿蝶。其实我对火影不是很熟。好，哇，这个紫水啊，好，没关系。这让我怀疑是不是来比赛那位？刚刚我看影片有一位紫水用得很好，不用吧？他还蛮厉害哎。哦，有，来，我看一下哈，研究一下。我射小标啊！抱歉。还一个就直接过来哎，好，让你摸一下。哎，我变大了。大树，你好。抱歉，我变小了。哎哎，我到底要按什么？我被打成。有，你接到他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我按你，我你怎么按的？为什么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机器？哦，我也要机器。查克拉。哇，烧起来了！我油很多，不要烧我。哦，你叫援助攻击了。别想走！哦，照全部一起按了，不然就赢了。踩他！哼！啊，没中。别！哎呦！有！哎！踩他！哎，被挡了。没关系，乱按就是秋。哎呀，完了！你的鞋领先呢？对啊，看我的飞镖！看我的飞镖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全部一起按！踩不到。你可以觉醒嘞，长按。哎，还挡住我屁股！哇哦！摸到了。这感觉我会直接死掉了，这个。没事。啊，好烫啊！哇，这谁扣的？哇，变烤乳猪了！真的，打不赢你，你好厉害。哇，准备说话了，完全不知道干嘛。别！哇，他不让了。不要，啊、太远。哎、欸，烫。我要集气啊！我没得集了，是不是？这怎么树那么大一个？哎呀！哦，踩他啊，没得到。还有机会，第二站，哦，两个灯，我按了什么？哦，肉弹真战车，
啊，为什么要上大学了？我没有上大学啊。过分！哇！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好，再见。我看你，怎么跑出去了？好吧，那我们重开游戏。我们怎么回去？一定是你太激动了。哎，不是这样，话不是这样讲的。哎呀，玩不会玩的游戏就是要激动啊！你看你动不动都按到大绝，现在连更大都按出来了，就不然就膨胀了，真的膨胀了，膨胀了。可恶！哇，不知道刚刚换人换人，不知道那刚刚那位玩家还在不在？忘了讲说我们会送什么东西。哦，对哦，你先帮我控一下。好，我们那个玩火影忍者有跟我们哦有赢的。好了，刚刚算他赢了，因为他刚刚已经赢了一个灯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会送这个 PS 娱乐嘉年华的限量帆布袋，好不好？帆布袋可以背的 ，OK， 好不好？刚刚那位也送了，因为是我自己靠了一个超强大，而且他的确有拿到，就是有拿到一个灯，对啊，他拿了一个，他先打赢我一场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够强了，够强了。够强！好，重开一下，大家稍等一下。可恶，然后你们打，真的我不会玩啦，我不会按。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差不多吧。没有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就是那一天不是我跟小香一起主持了吗？对。然后小香上台还是手忙脚乱，他不会按。对啊，就是他这个的，他这种的发招式就是一些组合的按键，对对对，而且他跟就是其他的格斗游戏就是差不太一样，对 对, 對, 對, 對类型不一样。不过就是他其实算比较好。蛮好上手的了，已经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很照顾粉丝，就是所有动画里面很知名的一些台词啊，或者场景，还有招式。名场景、名招式，对，他都会融入在里面。包括你如果哪个角色对上哪个角色，然后你对他开了大绝，他就会回顾到那个动画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剧情、哦。对，例如鸣人打那个佐助的时候啊，然后之类的。这么帅啊！对，然后就包括他有除了你选的主要角色以外，你可以选两位就是应援的角色。对，就是原著角色。对，然后如果你的原著角色跟你的主要角色也有一些关联的话，它也有特殊的连击的动画可以看。对，哦，因为在可能在原作中，他们本来就会有一些招式。对，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小组一个 team。嗯，那真的不错哎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非常推荐，就是真的喜欢火影的这个作品的玩家都可以来玩玩看。或者是喜欢这样子的对战的游戏，因为这样子的对战游戏其实也蛮少的，就是在画面上跑来跑去，它不是那种以往的那种传统格斗游戏一左一右这样子，就是平面的。它这个可以在画面上跑来跑去，其实是蛮特殊的，说不定有些人会比较喜欢这样的类型。那其实火影是做的真的很出色，就是就算你撇除它这个是就是改编自火影的故事来的话，它动作性啊什么干嘛，还是可玩度都蛮高的。好，我们有连回来，然后还连到一个新的观众，我们来看游戏画面吧。那我们这边选个超多人戴面具耶，上面对啊，戴面具的男子，男子那他戴面具的女子，我可以选面具三人众，不行，不能呢，我只能选一个，我特别喜欢长得就是很奇怪的角色，蒂达罗，对，丢炸弹的。他超帅的，天地铺藏，好帅哦！时空间，哎呦，他选鸣人，哎呦，还有小樱，哎，鸣人已经是这么凉爽的发型了，是不是？这还，这应该算蛮，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追随到，没有追随到他的短发。他看起来已经像成人嘞，我觉得他好像很厉害。哇，不愧是戴面具的男子被打了，被呼了一巴掌哎！我想象。可是没有扣，没有，可是没有扣很多血啊！哇塞，你好强哦！哎，皮姨啊，为什么你可以按那么多下？哪一个？啊，不是你，你是被打。不是我，对不起，我被打。
你、欸、太夸张了，我被打，我被打，我被打，太想要包包了吧？不是，我只会丢苦，我是怎样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有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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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感没有用，突然来不及了，突然来不及了。他是他妈妈不准他这么晚打电话，他能够赶快赢你，然后赶快假装睡觉，为了拿包包。我你有鸟飞出来，我靠、啊！被接到了。好、哦，这种就是一定要用绝招收尾的玩家。不行，我觉得再来一次。还可以，还可以 ，Go Go Go， 加！哎呦，他能打一套，哎呦！帅气！我！这也太会打了吧！太扯了吧！扯哦！直接把查克拉吸光光了。那我这方我在干嘛哎？有了有了！我！你还有链子哎？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哇！还在等我，他等你，还在等我。这也太会了吧！哇！绕到你背后，你也知道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哇塞！太扯了吧！这个也太强太过分了吧！啊呜！哎呀，饶命啦！哇塞！小鱼出来了，是谁啊？哎呦！太漂亮，以枯手拿到了。啊！哎呦！是怎样？现在怎样？哎呦！你用了个帅招了，九尾。哇塞！为什么你有这个？哦，元气弹！哎呦，不错哎，有打到可以了，联手奥义。他也要放，还有放吗？直接冲过来了。是超帅的啦！哇哦，这个就是连锁招，好天哪，来不及了 ！Oh my god！ 太想笑了，哇塞！太扯了吧！这是玩到什么程度？地球都要爆炸了！哎，所以他那三个人就是最早的那个小，对对对，哦，太帅了吧！后面又变得。以交换的人士卡，彩票被你换了。指名通气，我们直接通气他。哦，还有一些任务啦，你可以透过对战的时候去那个。那换危机来一下，好吧。天哪，好激烈哦！超激烈的，真的。我就跟你说，返回返回连线对战选单嘛，对对对对。好。我们要请下一个哦，请赢的玩家上 PlayStation 台湾的 Twitch 频道跟小编联络领奈的方式哦，啊，上 Twitch 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再开一个房间吗？先设玩家自定，你给他设定一下。好。哎，刚刚真的很帅。我觉得一定是我们不会玩的关系，我按了玩手好累哦，被打太多还好累，就疯狂那样子。就因为他时间点要抓得很好，对，他不是可以变，比如说木头啊、闪避啊什么的。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可以做那么多连段，因为我要接连段的时候，他们会马上就变木头或跑掉，就跑走。没有，一定是有些招是可以连在一起的。对对，有些招是。不好跑之类的，我觉得一定是我刚刚选那个角色不是主角群，等下选佐助之类的，或者是那个第几代火影，那个都很强的感觉。好、okay, ，要试试看，虽然角色应该还是有强弱啦，但是我们是真的弱啦。你讲的好好，对，我们是真的弱，我们是真的弱，虽然我们选很强的角色也是，但是我觉得角色还是有强弱这样。好，进来了吗？有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游戏画面。哦哟，开打了，开打了！哎呀，我们选个那个看起来很厉害的，还是我选卡卡西？好，也可以啊，也不错，好不好？好。
我就选疯狂阿凯，还可以再选一个吗？对，好，好大河，雷切，水遁，水遁。哎呦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招，完全。雷切就是卡卡西的知名招式。哪一个？我要怎么按？上面设定按设定完成。对。好。加油。随便。哎呦。哎呦。是谁？小朋友组队。他是谁、啊？他是那个新的木流人的他们那边的。所以这三个都是主角群的孩子。对，主角群的孩子。哦、三个都是吗？对，三个都是。那这个白头发是谁的小孩？就是我忘记他叫什么，可是他用卷轴。他的，哦，大蛇丸的小孩，好像是耳机里传出的吧？他写的啊，不是他说的啊，他们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要干嘛？哇、哦，你看他的手变那样了，哎，他手变那样了，什么啦？什么啦？他不是，他不是大蛇，他不是大蛇丸的小孩，就是三奇龙二。对，他好像是大蛇丸的小孩。什么？谁讲话自带回音啊？叉叉好像是冲刺，叉叉冲刺，然后圈圈就是普攻。好、啊，我怎么一直离他好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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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要好像可以一直按叉叉，他就会带去过去。有，你是机器人大战哎，你会发力值吗？我又是接到雷切了吗？哎呦，哎，哎，切他！切什么？我按什么？你啊！怎么了？走开！不要不要！哇，他拿什么丢你啊？这么大一颗！哎呦喂！怎么啦？哎呦，你闪掉了！哎，不错哎，没有差很多哎。对啊对啊。他干嘛？他干嘛？啊，可是因为你没有查克拉了。查克拉怎么击啊？三角形。三角形。我自己角色好帅，我喜欢。他手很长哎，我靠！他们说是大蛇丸的无限升级。什么？那我更喜欢了。哇，好适合你的场地哦，超水遁的啦。有，哎，不是哟，哎，又碎了，哎呦，碎了碎吧，哎呦，酷，可以耶，有感有感。哇，你踢他都会掉一些黑黑的出来，不知道什么。奥义啊，没有被打了、啊。你又没有查克拉了。对对对，我是不是要去挤一波啊？不要这样子啦！觉醒了。啊，这个我这是可以，我可以干嘛？我可以干嘛？现在可以干嘛？觉醒你就不需要查克拉，你可以转身去打他。哦，懂意思。你现在查克拉暴气。哎、欸，撞他。哎，去哪里？赶通告，不好意思，有点赶通告这样子。哎呦，我差一点。不要这样子的，你快打赢他嘞！你爸爸是我学生啦。你爸妈都是我学生，不要没有礼貌。打爸爸的老师。哦。赢了！哦，我竟然赢了，我自己也傻眼。你是他爸爸的老师，对对对对。他玩家是你的粉丝。哎呦，哎呀，哇，哦，很凶。他那个拳是怎样？那他又是谁的小孩？他是佐助跟小樱的小孩。小孩，哦哟，佐助跟小樱结婚了。对啊。对啊。那你知道鸣人跟谁结婚吗？竹田嘛，对对对，好哟，他开大拳，想不到他还可以跟哪一个女性结婚呢？哇塞，他开大拳，这也太扯了啦！哇，哇塞，没事没事，我们还有一条血，电风扇卷到头发的感觉，太痛了吧？有点痛。哦，哇，你闪掉了，哦，好激烈哦，我都看不懂。哎呀！太强了吧！好强！不演了，不演了。哎呦，是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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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
啊、什么什么、啊？又被抓到了。觉醒有长按三角形。哦，觉醒了吗？没有，这是查克拉挤满的。哇塞！哇！哇塞！哇靠！哎呦天哪，我的妈呀！这也太强了吧！哇，好帅啊！好帅啊，这个女的。好帅哦！哇！哎呦！我靠！哇靠！这不愧是祖祖跟小英的小孩，真的是，我看了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太帅了吧这个女的，这个妹妹喜欢呢，她也要当火影了，她叫什么沙罗达哦，嗯，宇智波沙罗达，不错哎，不错，这是这妹妹不错，有潜力，有潜力哦，有潜力有潜力，该回去看一下，我们还可以再打一场哎，谁要打？我来试试看。你跟你讲，跟你讲，你比较有机会了。对，没有，我觉得我刚刚选那个角色真的是，对对对，你真的是不行啊。那我的角色就很棒吗？回那连线对战，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。哎呦，哎、欸，他是用拳头的，因为，哎、欸，小你说小英是不是？对，小英。小英也是锤人的嘛？对对对。哇塞！哎、欸，其实算一算时间。我说火影这个作品的时间好像也差不多嘞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当初看，如果就是那种年纪看最早的火影，到现在应该搞不好也是为人父母了吧？差不多吧？为人父母吗？有这么久吗？那时候我才国火影，我记得国中很久了啦。我记得我国小就有火影。你国小应该有吗？还是我国中啊？国中？你高中吧？我国小啦，我记得我国小就有了。观众赶快帮我平反一下，去 Google 一下日本的漫画第一集什么时候出的。哎，好，我们有观众进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游戏画面。为什么秋名人还有化妆版本？不是啦，靠柜靠柜版化眼妆这样子，是仙人模式啦。哎啊，机器名人在哪里？好像在下一页。最后一页我刚好看到，现在对，超个机器名人，啊有没有有没有？哦，这到底是什么啊？那就全都挑名人了，哎、欸、不行，我要雏田。真的啦，不是我真的有印象哈，我记得有印象，我国小就有了。真的啦，你很在意，很在意啊，国小就有了啦。哇塞！你看，有人说1999就有了，哇，1999就有了。虽然1999我已经国中了，但是就差不多嘛。差不多啦。哇！等一下，你对面那是大蛇丸。对，大蛇丸。你看，1999离现在也18年啦。如果他是18岁看这漫画，对不对？现在也36岁啊，是不是？成家，成家。哎呦！原来大蛇好恐怖，他。哎、欸，他这个是选佐助吗？哦，他还跟你说这叫雷，这叫麒麟，他还跟你解释哎，爆耶！我靠！机器人吵死了！您尼尔的坏人吗？哦！发功了，发功了，发功了，发功了！你已经烧起来了，你的角色。哎呦，你的对手都选到太强的人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觉得很难打哎，好难打。他们会连招啊，超强的，好难打。开级开级，你不是级玩家，我是级查克拉。
哎呀，撞哦！哎呀，漂亮这个！你的手手掉在地上了，吓到吃手手。跳什么啦？屁股喷火哎！哎呀，有啊！哦哦哦，是啊，没中有。哇哦！他想电，他想电你！哎呀，真好，漂亮！他也丢毒标哎！他觉醒了，打死他！我靠，你怎样啦？他又想要用那个完结你了啦！哦，哦，哇！哎呦哎呦，好帅啊！哎哎，变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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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吓死吓死！哎呀！你干嘛跟他学跳舞啊？联手奥义！啊哦哦！哦哦！差一点！哎呀，打死了！哎呦哎呦！啊，有有有有有！哇，好可怕！哇！赶上学啊！哎！再来一发！哎呀，帅！哒！哔哔哔哔！哎呀！呜呜呜呜呜呜！呀呀呀呀！带带带！哇，闪不掉啊！哇，送走了！我靠，大家都会想要特写，特写又来了，大家都想要特写一下。嘣！超过分，超多蛇的啦！好难哦！不愧是蛇蛇手始祖哎！好好玩哦，嗯，还蛮嗨的。突然很想要，就是回家好好练一下。你有买吗？你可以考虑买一下。我也没有买。没有，因为没有朋友可以互相打。打电脑嘛。打电脑就感觉少了点什么啊。你连电脑都打不赢。好像也是。对啊。所以人人先从打电脑开始。好，再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刚刚有打赢的。那个我们的玩家，欸，就全部嘛，就全部人哈，都到那个退学聊天室哈，去跟小编讲一下，你就是可以拿到袋子的人啦。好，下一款游戏我们要玩《钢弹对决》，这个也是会被痛电的游戏。没有《钢弹对决》就还好，因为有朋友。哦，对对对，有队友，有队友，所以被痛电的那个内疚感会少一点。对，虽然我们的队友一台都没爆过，我们一直从头爆到尾，但是内疚感还是分摊给他。哎呦，好，那我们玩钢弹呢，有赢的啊，不过跟我们一队这样是不是很衰啊？好，不管了，反正有赢的就会送这个钢弹的 memo，OK，okay？ 小小的笔记本，可爱 Q， 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游戏哈，那个。我们的房间名称跟我们那个刚刚的那个 ID 一样，也是 PS 底线 TW 一二三，所以你有玩那个钢弹对决的话，就上线来跟我们打一下。如果有看之前的节目，就知道有多好赢，好不好？先进来可以先选我们对面，有多好赢，先进来就可以先选对面哦，自己把握机会哦。求 carry。好，我们来。开游戏中哈，我们建立房间，应该直接开始就可以。好，房间已经要开好了，那大家就可以准备，反正你们要开游戏嘛。嗯，然后房间名称就在下面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不过刚刚看到火影，真的感觉蛮嗨的。对啊，蛮好玩的。你说新比较他们，就是他们孩子那一代，你都没有看。其实我只有看漫画，大概前两三集吧。哦。
哦，两三集，大概他们准备要考试之后就没有了。所以你不知道大蛇丸是谁？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在别的地方有看过。就一些角色我还知道是谁，因为常常都会看到嘛，游戏啊，大家聊天什么干嘛。其他的就不是那么熟，没关系，把它当作那个格斗游戏打的。哦，有玩家都进来了。哦，好，开始，那一样我先吗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来看游戏画面吧。我们来选机体。选机体啊，好，小选一下，选一个便宜一点的，玩久一点。吉姆特装型。好，玩个吉姆特装好了。好，出击，没问题。好，开始。我的队友是自由钢弹啊 ，nice。大家都选那么贵的，是想要让其他观众有机会可以玩的。爆两台就结束了。没气了！啊啊啊！别！不要不要！啊不要！被虐啊我！我要爆炸！他们两台，队友救我！被围殴的感觉。对啊，队友 help me！Help me！ 三，不是，我已经没子弹。哦，有来了来了来了！哦，敌人快爆，敌人快爆了！哎，啊！就是我先爆了，不妙。队友 ，Help me！ 好，谢谢，有感有感。我的射程没有那么远呐。好，这次我来。这次我来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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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的小豆蛋。哦。啊，他注意到你了。哎呦，这么大管。可以，瞬间在握。你队友快爆啦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的机体很便宜，没关系。哎，不是他射程太远了啦。哎，你爬不起来。不是他射程太远了。他的射程真的太远了，这位朋友。可以，有感，真的有感。我觉得那个台就死掉，他们就赢。他是重炮型攻击，打死他就赢了。我的机体真的有啊有。哎，不对，还差一台，糟糕，不妙。可以。哎，可以。围殴他，围殴他。漂亮。好，赢了。胜券在握。逆天十四吧。十四。耶。我终于帮我的队友拿到了一本，没有，其实是队友他靠他自己。对哦，拿到了，可以。可以啊。漂亮，我还有4000分，我队友9000分。可以，这贡献度。可以。是，我不需要这个球来夸奖我。好，感谢。好，感谢。那我应该怎么？你可以选择机体啊，先选一选，趁他们还没进来的时候。可是有一个他刚刚在赖着不走，是不是？现在讲已经赢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赖着不走。我需要重开房间吗？好，那重开一下好了。Nice。好，我们再重开啊。那刚刚对面没拿到的，还可以再进来一次吗？可以啊。就是如果你觉得刚刚不太服气。哦，好。啊，不太服气的话，可以再进来一次，没关系。不过已经拿到的就，好不好？让一个机会给别人吧。哦，这个都不能调。不行。我们调四个人。Yes。
真的贡献度极低哈，大家不要怀疑哦，就是这么低。你先加入，然后选机体。好。好，房间开好喽，加加加加。哇、哦。哇，好瘦啊，这只。对啊。比我那只还贵，300。你刚刚那只200。200，对。300。就这只还蛮好看的。还不错。看有没有200的。其实玩300-400也可以啊。嗯。还有披风哎。帅。直接 rank 200的也是可以的。没有，看一下有没有人。没有，我决定要用这只。哎呦，马克刀。嗯，他们 ，OK， 有人进来了 ，Nice， 依然想要在对面，没事、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快哦，房间设定找不到，找不到，不会啊，有人进来啦，对啊，有人进来了，房间名称设定都是一样的，名称就是 PS 底线 TW123， 对，可能大写小写也有差吧，可能就试试看，嘿，都试试看，还差两位玩家，没错、哦。大家快加入吧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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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差一位。好，一个是地狱死神钢弹，一个是攻击钢弹，大家都想在对面。OK， 我求 carry 啊！求大大的 carry！ 有没有人啊？拜托拜托，来凯瑞我们。差一个了，差一个了。哦哦，哎呦，有人要加入喽！耶！哇，这个人感觉很厉害哎。哦，他有那个徽章是不是？好，出击。好，出击。Nice。哎呦，对面的要小心啦、啊！这只感觉就是格斗机耶，哎，不是哎。哦哟，哦，哇塞，应该是格斗机。哇，你还可以放一个假的你出来，哎，假的我。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我们这边的队友是能天使钢弹，对面是地狱死神钢弹，还有攻击钢弹。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。队友有没有办法凯瑞了？好，对面的地狱死神哦，一开始就朝着叶子来了哦，叶子跳哦，两个人都追着叶子跑，这个重炮型攻击，好，队友去缠上他了，你可以跟死神 PK 了，死神真的超变态的啦，近战，我觉得近战应该也可以啊。他叫一个援助从后面弄你的，我靠，直接爆炸了，超扯的啦，快去帮队友 go， 哦，小心，哇，这死神队友疯了，队友爆了，你也开了，哦，帅啊，哦，超帅，喂，哎呦！不要都过来呀、啊！哎呀！哇，他隐形了！哇！哦，好，过去你了，漂亮！小心！哦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对，对面也爆一只，可以，可以，有感！哎，死神又冲过来！哦，这个死神一定是很想，这个是死神，一定是很想上电视那种。哎，哦，哦，哦，他干嘛？哎哎哎，他压在地上打是怎样？他就是最想上表现的那种，被秒了。不要拖肉女子打。你刚刚大姐砍人家哎。是的，虽然我觉得我刚刚砍的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啊。没关系，你有帅到他一下就够了。Okay, 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轮流人换你。好，恭喜对面的这两位玩家都可以拿到我们的小笔记本，好不好？再去这个Twitch聊天室哈。那我们从你帮他重开一下房间好了。好。
好，重开房间，这样就可以有新的一组进来。如果刚刚跟我们一队的队友感到不开心，或是第一场对面的队友不开心的没拿到，可以再进来一次，感到不开心，可以换队友。对。Yep。好，好，建立房间中了哈，大家就再加入吧。好，我们先加入，来挑个帅的机体。好。对啊。这只超瘦的。帅的呢？哦，北剧有看过任何一部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比较少看。这个换我比较陌生了。我觉得钢弹系列通常我推都会推 C 的。哦 ，C 的感觉比较接受度还蛮高的，而且剧情新的这些钢弹的人设啊、机设还是比较可以推这样。旧的其实有一些硬。就是会觉得有点闷吧，可能对一般没有比较没有兴趣的人来讲，剧情上可能会比较闷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就是气满的时候，全部按钮一起按下去可以开这个。不过没有关系啦，因为我们用不太出来。OK OK OK。哎呦。哎呦，哎呦，还差一位，谁要救我？哎呦呦呦呦呦！我刚刚那队友跑到对面去。OK OK OK， 来，会有一只吉姆特装型跟我们一起，感觉可以哦。我要选这只啊，这只是你喜欢这个造型的，不错不错，有眼光。教学关卡，雅克托德卡，哦，飞弹最多那种。来，哇，好近。这台看起来动作比较迟钝一点。什么？三角形怎样？三角形是近战，然后框框是射击，框框是射击，叉叉就是飞跟冲击。好，哎，叉叉也可以闪。我觉得我动作好迟钝，你的动作会，你机体性能会有一点差。你的这一只应该还是远程比较强，直接爆炸了。哎呦，他们怎么看？我队友应该很想杀我。好像这个霸凌同学的感觉。对啊，围在一起然后霸凌。圈圈可以切换目标，对对对，他离你比较近，你就。不要了，不要来找我。在想我在干嘛？哇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我只知道我一直不断的在旋转，然后对，因为你倒地，因为你按圈，那就是只是切换目标，就不要按圈圈，不要按圈。你可以按框框。哎呦，队友太大了，然后射他。啊！哎呦呦呦呦！三角形，不要按圈圈，不要按圈圈，对，好，不要按圈圈，不要按圈圈，就切到近的，对，两台狂揍你。怎么啦？不要这样子，我第一次玩啊。这样子，欺负新手啊！欺负新手，欺负新手，天理不容！不行，这样子过分，没有新玩家。一发炮来了！你们这样子以后没有新手可以虐了。哎，赢了！队友也太 carry 了吧！谢谢队友，谢谢。太扯了吧！队友太扯了吧！我们赢了。对，我队友9000多分也太强了吧！赢了为什么？刚刚我自己也傻眼嘞，我完全没看到对面有爆炸。看到。好，不管怎样，不管怎样。好，没关系 ，OK， 好，耶！耶！恭喜队友。你队友应该拿两本。一人低两人重，你怎么老是在叽叽一直转，一直倒地，太强了吧？啊，这很猛哎！真的是。好，那刚刚有得到的，好不好？赢的玩家上 PlayStation 台湾的 Twitch 频道，跟小编联络领奖的方法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陪我们玩，好吗？真的太猛了，太猛，真的太厉害，太厉害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刚刚没有，我们刚刚回头有那个哦，对，长字在节目中的，把那个你们字都收集到了之后，你们去 QR code 扫那个长字的表格，那填了表格之后也有机会抽到，好不好？OK， 好，那今天感谢大家陪我们玩，好不好？然后看我们的节目 ，OK， 也谢谢伟基来陪跟我们一起玩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真的。好，那下一周也请大家继续收看 PS 玩乐 DNA 啦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 ，PlayStation， We all play， 拜拜。